尊公肉啦，吼，啊是迄落猪肉、鸡肉啥迄对无？确定的，咱都唔敢一直加一直加，因为这喙齿会落去啊。巴拉有没有？迄籽嘛袂使食的，拢爱把籽挖掉啊才会使食。吃东西的话，你会觉得说牙齿是好像有点像跷跷板这样子，就是我用一边咬，另外一边你就会觉得它是翘起来的。朋友都笑我是路边一抠两三下，就是麦克风拿起来唱两三句啊，牙齿就掉下来。但这个话音呐，惊失去音，啊，我就拢会尽量家己吼，往嘴去往咧啊，话家己呐话，我足惊我讲话嘴去落落去，就可能跟聊天呐、啊，然后就聊得很高兴呐、啊，就突然间它就掉下来。你说牙齿掉下来怎么会不糗？非常的糗。换钱啦，啊，若人办桌椅啊，吼，规桌的菜我拢会使食啦。火龙果那个籽有没有？我跑进去，那是痛死，痛到你眼泪都掉下来。那自从用了那个连着剂以后，哦，吃的又很开心的。我天不怕地不怕，要唱歌就来。一开始哈，如果就有人介绍我用假连着剂的话，我应该一开始就会用到现在。我也继续用，因为伊对我的生活上有很大的帮助，让我的人生很美好。